开始做饭。来，你今天不是来让我做？你做。今天是母亲节了，你就给啥？累娃不少，想玩就玩，想穿就穿，想干啥干啥。今天解放一天。母亲节还有这份待遇了？哎，有了。我都不知道我干这个。小品嘛，购物嘛。今天是母亲节了，我就让丹丹休息了。今天我给丹丹做个饭。其实也挺简单嘛，起锅倒油。哎呀，炒鸡蛋好像油大起来。你就操心的命，让你不要管了，我给你做着吃嘛。我怕你把鸡蛋搞垮了，我还吃不吃？哎呦，搞垮了。这种就好了。媳妇是好吃的，没事，那种吃。来，你尝一口，哎呦，我操，这个太香了。再搭配上两个栗子吃嘛。好，出锅。好，加上土豆丝。来，太太，做好了。给米饭。今天是坐下骑车一回啊。你这是什么？加上土豆丝吗？加上土豆泥啊。土豆丝，我放辣子，给说不敢吃。咋个味道咋样？还没吃。盐放的还真好。我一般咋样？盐少放，甜了能加盐了，咸了加不成了。就是。你咋能提前给我吃饭了，来了？哎，今天跟母亲节嘛，平时看你辛苦的，平时我也忙。今天就抽空给你就做个饭，还算你有良心。嗯，好吃。那你妈妈好好吃饭，爸爸给喂喂啊。你这个菜看着不怎么样，拌饭还可以，好吃着。嗯，毕竟我身边还有个你，有个霞姐，这么两个做饭厉害的人。他会了是吧？嗯。让儿子玩儿个，别抱了。啊，那你玩儿个啊！我原来整我自己做饭，必然是炒鸡蛋。嗯，你们就是这一道菜。也不会的。嗯，你看你炒的黑乎乎的，这样吃吧。加上土豆丝嘛，就这么个嘛。炒太黏了。就炒过了是吧？直接炒了。嗯，而且你是只削了一颗鸭鱼。嗯，没这个少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了。你咋抢我菜吃了？今天是我做的饭呀。那行。祝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，你们才是最伟大的。谢谢。拜拜。拜拜。你这我给他洗过，你不用管。购物、shopping。一会儿给我转账。OK。